陪了女儿家老公。别吼！走！我操！天哪，又地震！Oh my god， 好吓人哦！天哪！妈妈摇。
这地震你看哈，起得好，人们得死。哦，七夕到了，俺算了了呀。哦。把那个锤锤来，把这个打的真细细拉过来是。哇，这猛的吧今天，也要好多级哦。我咋没感没我咋没感觉啊？有，至少有5级。我去，我家完蛋了，快躲起来了吗？我坐那儿吧，以后啥我都翻一点钱了。到地震了，房子都得摇。还得扭。哇、哦，好摇好凶，摇好久，还掉渣渣了上头。哇、哦，整个房子都得扭。这边发现一个民房啊，就是完全坍塌了，已经是完全。哎，这个拖车，这个拖车，看看，现在呢全部打烂完，再看看它前头。看看，无法过，没得法的。哦，没得法，不要来了，最后通知公交局。看到没有，我都不敢过桥，谁也不敢过桥。现在就打烂这个拖车现在这儿。现在就1个小时休息时间。你叫我妈妈。我地震，我地震，我的妈呀！我天！哇，好凶！我操！我一天我刚才在睡，
哇，大地震，大地震，这真的绝对是个大地震。这次有点久哦。我怎么？哎，到处都垮完，好吓人，都还在垮，好吓人。哎呦，我火锅都喷出来了。哦，有点凶哦。着了。啊？有车子。有车子了，压到了。哦，好狠狠呐！石棉到王岗坪这个地方路已经炸断了哈，地震现在已经把路埋完了哈，山上还不。